要怎样才可以像这个样子？有没有用这个猪水？这个猪水，哎呀！来，你们可能还有三天啊。你在外面饥寒交迫的时候，有想过这一天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被架走了？到了这个沙发之后，自然而然就会想要趴下去。好可爱哦，阿虎！你在干嘛？你在捣蛋哦！现行犯，看到了，这个人害的。哦，是吗？来检查一下肚子，肚子越来越大了。他想要把自己给劈进去，发光变土。你真的很舒适呢，这个肉肉。海尔伯，去看一下楼下的猫。这两三天真的忙啊。好好的生活，乖乖要拿。一罐125，要许我想大家喝，看他们已经变轻了没？给他们一些小小机会。不轻的话，我也比较能够放心。这样我就可以去再去帮其他的猫了。来，你们可能还有三天哦。牛奶自己过来。猫咪的天性就躲藏了，想要幸福就不可以躲，幸福的要件就是不能躲人。没办法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除非你遇到不在乎他只想跟你幸福的人。以他们现在的条件，应该是办得到了吧？很会呼噜嘛，你是呼噜派的。对猫咪，一开始你真的要想办法去碰到他们，让他们熟悉你的味道吧。给我摸摸。脸靠过来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很棒很棒。呼噜声在哪里？有呼噜声哦。然后躺下，你想到他们小时候在外面玩，还蛮好玩的，自由自在这样子。如果你更没有危险，就更好。好了，我们去看小花生，这一只是大花生，因为这里不是他们的中途，这里是他们的魔鬼训练场。哪有魔鬼训练场吃那么好的？我可以吃两块鸡排耶。好，喝啊，林家，吃饭吃饭，小花生。恭喜你哦！好像快要可以拆了。小花生，看有没有长大了。小花生，来坐下。我这里不是猫砂，你在挖什么？来，我们先喝水哈。你这算是踏踏，也是算什么啊？一直在我的脚上挖，早上吃完药了。喝一下水哈，来喝水，差不多明天就可以拆了就好了。你就可以自己喝了，然后每次要灌它水，都提心吊胆的，怕一不小心就呛到。而这个本来没有的，然后长出来了一颗小花生，它都很静音呢，很少听得到它的叫声，表示说它没有像之前那么恐惧哈。为什么之前在外面可以叫成那个样子？那你给它圈起来之后，它就不再叫了，得到相当的一个安全感了。不要往下跳，还是肚子饿了？打你，打我！你在打我是不是？这颗花生很凶，肚子饿了你。好，我们先玩一下再吃饭。你怎么整个跌出来？它身上跳蚤应该没有了吧？检查一下啦，不要动啊！你是一只虫吗？撸来撸去的。好，这么讨厌它。咖啡牛奶如果离场之后啊，里面就小花生的清香，哎呀，又跌出来了。就这样的话，它是有本事很快就吃完的。你在外面饥寒交迫的时候，有想过这一天吗？小花生，幸福的孩子。他之前499功课嘛，明天的话我们去量。这里有一碗阿护，只要粉红色的你就没得选了哈。粉红色的阿护，喜欢吗？可爱吗？很舒服吗？真的是，你看这一只啊，怎么了？你开个学校了，开个学校了，好不好？开个学校，要怎样才可以像这个样子？超级自在款，喜欢吗？别吵你是不是？好可爱哦！你再不拍我就摆姿势了哦。原来是要给我拍是不是啊？好，来来来，三连拍，4连拍，哎呀。有没有这个猪水？这个猪水，哎呀，这个招财猫姿势。好，这一个这样，接下来为各位换的姿势呢，是这个来马的姿势。来马，不来摸我吗？深思熟虑中的阿护，好，拜拜。